自由体操和乒乓部的计时裁判等，裁判员各司其责，公正准确的评定运动员的分数。乒乓部现在主场是上海队的隋璐。下面要出场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上海代表队的隋璐。躯体前空翻站木，后手翻，后手翻下板成坐木起坐。前团180，很漂亮。交换腿结环一组，挺身前空翻，小翻，后屈。自由腿水平的360接自由水低于水平的360的连接，侧团，他这套动作的难度显然要比其他选手更加有价值。 CC 的混合连接仰跳，满足了组别的要求，做了两个跳步。A 组的跳步要下法了，后续两周下稳稳的落地。隋璐的这套平衡木应该说完成的特别的好，干净利落。这就是他的前团180站木，他的前屈小翻接小后手翻下摆成坐木起坐。木上比较难的几个技巧，像包括前团180，还有有运动员可以完成团身360，这都是在木上去做很难，对女选手来说很难的。